第一节，如何在 MT4 上注册交易账号。欢迎观看 XM 视频教程，我们将指导您如何使用 MT4 交易平台。第一个视频将向您展示如何轻松注册账户并安装 MT4 交易平台。安装 MT4 前，首先您需要在 XM 注册一个账号，您可以选择注册一个模拟账号或者一个真实账号。您可以在模拟账户中使用虚拟的资金进行交易。由于模拟账户是在真实的市场条件下进行，因此您可以测试 XM 的执行速度，无拒绝订单、无重复报价等优势。真实账户可以使用真实的资金在 MT4 上进行交易，也可以在网页版 MT4 上交易。您可以最低入金$5，在微型或者标准账户上进行交易，或者最低入金$100，在零点账户上进行交易。XM 的新账户类型 XM 零点账户，及低点差、灵活杠杆、一键交易，并且出入金零手续费。现在就在 XM 注册可用的真实交易账号，只需要几分钟的时间即可完成。在 XM 主页点击建立账户，随后跳转到真实账户注册页面。此处您需要输入个人信息，请注意在注册过程中只能使用英文字母填写。之后，您将需要选择账户类型，微型账户、标准账户或者零点账户，以及 MT4 作为您的交易平台类型。填好个人信息后，在注册页面点击到第二步。完成账户注册后，您需要填写账户详情，比如交易账户信息、账号基础货币和杠杆。接下来，您还需要填写关于作为投资者的相关信息以及交易经验信息。之后，您需要输入密码，并再次输入进行确认。最后，在您了解了公司政策后，您需要勾选已经阅读并理解公司政策，然后点击建立真实账户。您的页面将跳转到账户确认页面，然后您将看到制作清晰的操作指引。您的注册邮箱也将收到一封确认邮件，在邮件中点击确认邮箱地址链接，将直接跳转到 XM 的会员区。您将看到您的专属 MT4 ID 用来登录会员区，在此页面您需要输入注册账号时设置的密码，并点击登录按钮。在此之后，您将很快收到第二封邮件，里面有您的 MT4 ID 和服务器名称。至此，您就可以登录会员区或者下载 MT4 平台。现在，您已经成功登录了 XM 会员区，但是您的交易账号还没有通过认证。您可以登录 MT4， 但是您需要等到账号通过认证后才可以进行交易。您需要提供必要的认证资料才可以认证交易账户。在接下来的视频教程中，您可以学习如何下载、安装和登录 MT4 平台。感谢您的观看。